Hello，大家好，我是琪琪，欢迎到琪琪 YouTube channel。大家好，我是亮亮。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介绍，等我一下，介绍这个 Fisk 的超级英雄模组。估计是这些 3D 物件让我有点卡。今天是介绍极速者篇，然后在介绍极速者篇之前，我先介绍。一个用我们可以，我们如果要打造这些超级英雄的套装的话，我们必须要先做出这个套装合成台，需要这个特殊宝石，这个神奇的宝石啊，加上工作台是个铁砖，一些石板砖啊、石头就可以制作出来了。你会发现这个界面，一般的那个套装合成器不是应该会是像那个合成台一样，有9个孔，然后要放东西啊？不，你们想太多。这个只要挖在地底下挖到这种宝石丢进来，宝石，丢进来，它每一个会提供512，也就是二的几次方啊。不重要，就是丢进去，它就会让你，你把这些宝石丢进去呢，它可以放着，你跳出来时它不会掉，可以存在里面。这些都会转化成，可以透过这个机器呢，转化为能量，然后能量再转化为套装。然后这些极速者套装呢，我已经弄出来了，全部来这里。这版本好像新增这家伙，这个学习生，然后还有这个萨维塔，然后其他好像是原本就有了。哦，对了，他还更新一个非常酷的东西。我看到这个旁边的，这是服装的更改器哦。像我记得有那个好像你吧，逆闪，先关掉。测试是他吧？对，那什么？先把那装备拿出来，我们把装备放进去呢，就会看到你可以换。你要换黄色还是要换灰色？我觉得灰色。你可以把装备换成你想要的样子哦。基本上这个就只是脸黑了而已，就是你面具的感觉啊。这样换逆闪就会很帅气了。看起来好邪恶哦，换回来啊。虽然它本来就坏蛋，但是它好像比原本还邪恶。然后它还有新增的有些小设定啊，现在我们开始伸出来，它就会开始动来动去了，以及慢动作，这些都是原本就有的。然后我们把这个套装换去了，哦，你看，因为主要细节，这个旁边原本是空的，可以让你看出去哦。然后逆闪呢，顺便介绍。逆闪呢，它是，就是反正就是闪电侠的对头啊，把闪电侠他妈妈给杀了哦，这是一个坏蛋。对呀，他坏蛋哦。然后他有能力，就是拥有超级速度啊、快速回血啊等等，极速者一定会有的哦。然后他是，我不知道逆闪电侠是什么意思哦，就是跟闪电侠相反吧。好像红色三反相反的话不是蓝色吗？不重要啊，反正它的 mark 已经相反了。你看，反正我哥哥比较喜欢红色的。红色的，红色的，然后这开启神术意识还蛮帅的，还蛮帅的，大家应该会用啦，因为它能力还比闪电侠强哦。你看，增加是5的速度调节装，然后就这样而已。哦，对了。这还有闪电侠戒指，这是什么用呢？一个 U 字形的金币，那加上顶端一个金锭，最合出来这套，不对，就可以做出来这个闪闪电电侠侠戒戒指。指，你看旁边，特别一个小戒指你看啦，有些大模家都组，看到了吧？有些模组它只是放在手上，然后超大坑的，非常的奇怪啊。这个模组做得非常好啊，3D 配件做得很好。叠加许，然后你按右键呢，这套装会收起来。不过我记得，
既然是魔那个闪电那个超英雄模组啦，就你也要跟其他模组比较个高下。因为呢，在 Aircraft 的极速者模组里面，它的闪电它的那个戒指是直接丢出来一个实体的，是直接丢一个实体在这边，然后你过去接近它就会穿上。但这一代不同，只是直接穿上去，所以说方便性啊，但是这个。但是帅气程度是 Aircraft， 但是会耗一些，就各有所长，各有所长。对对。然后我们把这胶这个东东放进去哦。有看到，其实戒指呢就在那边而已。我应该不要放装备直接插上去。好，接下来我们看另一个闪电侠死对头 Zoom。死对头。Zoom 呢？非常帅啊，跟那个逆闪电特效不一样的是，它不会震动啊。对。它不是震动的特效，它是身上有一些闪电，代表它它很快，它很厉害的象征吧。哦，对了，你会想说奇怪 ，Zoom 的速度条不是只有加六吗？为什么我的速为什么我的速度条会有一堆呢？很简单，你们看到这个机器啊。是一个跑步机，不要看它只是一个普通跑步机而已。平常跑步机干嘛的呢？我们想一下哦，平常的跑步机不就是你在上面跑啊，然后会锻炼你的速、你的体力啊、速度啊、肌肉啊。这个呢是锻炼你神速利用的。好，我们上去哦，看到，因为我的那个等级已经是到达最高了，所以不能再升上去啊。不过你想要。升级的话要靠这些 A 和 B， 一开始是两个，然后就会慢慢增加。然后那我就开始跑了。它的脚就会慢慢跑很快。好，我们还是用它那个极速者的特殊技能啊，可以慢慢来啊。就是用它，就是它看向刺激的视角啊，他们看到它的动作是这么慢的，好吗？不要怀疑。其实呢，照这种理论啊，在这些极速者眼中，我们的世界是怎么的慢？虽然很快就可以把人家给变成实体了，我才会弹一下。这里看到，这里看到一些麦块一些 bug， 不是一些显示问题的样子。然后我们现在把速度调到最高看看。后来的这些那个能力呢，全部都是用这些那个。我速度那么快的原因是，全部都是靠这个机器，全部都去升级而来的。大家请看右上角，我们已经调到36个了。所以我总共加是30啊。来把装备放回去哦。好。好。我目前有加30，然后它一个速度呢，来找一个速度慢一点点的。它一个速度等级呢是多少？各位知道吗？就是速度等级会加你最高时速200，五十哦。对啊，50。直接加上去的哦。比较慢一点的。没有，这还蛮快的、啊，但是 Gas Speed 的那个原本的样子哦，我忘了。奥格斯特，我记得这家伙叫奥格斯特，然后他好像之前。后来变坏蛋，变成神速，然后极速最高速度是200，因为有4个。有4个哦。然后这套还蛮快的、啊，可是、就没有比闪电侠厉害了。对。我觉得这个放错，这个那个模组的作者啊，那个是比较喜欢 DC 的、啊，然后 DC 的，然后他也有 Marvel。好像都差不多啦，只不过你就会看到蛮多 DC 的，第一个是 Marvel 啊，然后这个好像是绿镜侠，嗯，也是 DC， 然后这个好像是 DC， 是 DC 吗？我不知道，你闪电 Marvel，DC， 这不知道什么、欸，然后 Marvel X-Men 啊。然后这个是 DC， 这是 Marvel DC， 然后一直循环下去。所以看到啊，它其实它的那个最多的是
DC 的，不重要。对，我们刚刚看了几套套装嘛，现在换闪电小子哦。对，闪电小子速度为4，然后颜色为黄色，火金色，可以大家可以自己去决定哦。发光黄色就金色吧，我觉得。然后它是属于橘色的，上面写橘色，然后速度最大。可以跳两格哦。我觉得大家可以跳两格啊。然后，我记得这是闪电侠徒弟，还是唐那个徒弟，然后一样就是被闪电打到，这些都蛮衰，几乎每一个都被，不知道几个都被闪电打、啊。然后这个是装。像什么？什么？那个亨特中什么猎人？不知道是好人坏人，反正好人吧。那个看到那个小头盔了没有？可爱小头盔。这小头盔呢，是很多闪电，不知道为什么以前闪电侠是戴这种头盔吗？不知道。好像是哦。就有两个，光在魔石里面只有两个这个。戴头盔的闪电侠，然后这个好像出现蛮多次，然后比较老，就是比较老一点闪电侠都戴头盔的、哦，这自己头盔啊，不过这种是不会遮住脸，是会遮住脸的，比较老了，好像是喜欢戴那种会遮住不会遮住脸，他不会遮住脸。哦，对了，这个啊是会增加你的高度哦，然后一开始初始的话是目前最高的哦，有7呀、啊。七啊，各位，然后它只增加，它加1.5格跳跃，跳高高，然后这边有 metal skin， 就是跟钢铁人是一样的，然后非常强，攻击加6啊，什么火，那好像没有快速回复的效果。对，还没有快速回复的效果，可能是因为他穿装甲，所以就生气了。然后还有就是冰冻的抗性啊、哦，好像蛮克寒那个寒冷队长，所以这集数有350，有400，是因为我本身效果吧。然后再来看下一套。这个刚刚讲过了，速度加了4.3/4，然后就跟闪电侠差不多了，所以不用看了。反正应该没人会玩它。然后这个是速度加5的哦，速度加5，还蛮快的。嗯，好像是某个反派吧？哦，那个是红色的哦。如果不喜欢逆闪的话，可以选它。哦，他按 shift 在右键的话，他直接把操纵可以放上去哦。而且这个好像是女生的、哦，不知道 ，Jessie， 好吧，不是。然后他速度加4，然后终于数值那边变闪电侠好，反正大家也会喜欢闪电侠。好，来演示一下闪电侠那个吧。装上去就会发现它有 Season 1的话跟一般人没有差别哦，就是颜色不同，然后中间闪电标志由白色变红色，然后这个 Season 4的它有比较多金色条纹哦， Season 4还蛮好看，然后颜色明亮一点，然后总体数值不会变化，它只是改变是外观。就帅一点，放错位置、欸，然后萨维塔又，我刚好想丢掉，可以直接从这边拿，只是从这边拿，我搞不清楚位置哦，所以慢慢乖乖的。萨维塔呢，它除了蓝色啊，还有红色的，这个帅多了吧？对啊，没有。一样帅，因为反正都很帅，所以数值没有变化，但是由原本是他原本那个速度体那个后面的轨迹全部都红的，全部都白的，然后变成红一点，还蛮帅的、啊。
正就是改一些外观，总体数值没有变化，就跟一些造型一样。对，然后是红色的，它好像没有做出那种酷炫的东西，是吗？好，没关。然后接下来介绍的是，哦对了，这个跑步机跟上去，哦对，那个没有穿装备是不能上去的。然后与那个跑步机获得的经验值啊，你其实不用靠，不用，其实可以不用靠跑步机，你只要有开那种公开区域网，允许作弊开启建立区域网世界哦。然后只要这样的话，就可以使用那个这个 Speed XP。然后你可以用多少啊？假如说我已经满了嘛，最大是10万吧。所以它是10万，然后你速度就会全满，就像这样，棒棒，速度全满，对不对？速度条可以提高到最大。然后如果你想要突破极限，可以看这个，这箱子里面有这个，对，在你胸口上面加一个东西哦，这不知道为什么不能使用，可能是因为未来会有吧。未来以后更新会有，然后这个速度呢，不要看这个东西钢铁，这不是钢铁，这是闪音侠里面一个粒子加速器的样子，是吗？我是不知道，音侠在某些集数里面有带，放在闪音侠那个徽章上，你的速度会提升一点点哦。在拿着时它是直接拿在手上。你不能放在那个其他，你不能放在主手上，把放在背包随便一个位置都可以使用。它会让你速度提升4个，也就是最高速度增加200，因为一个是50。然后闪电侠戒指嘛，然后这个也看过，然后接下来介绍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哦，速度药水啊。哦，你瞧。我不是闪电侠，我也用神速力了。这药水呢，可以直接让你获得神速力。当你再喝一瓶呢，哦，剩下2个，你可以在这5分钟内一直喝。那已经9了，9吧。死了！哇，你的速度已经无法控制了，快！然后我们先穿上这个装备啊，先穿上这个装备，然后把速度压低一点。那个在你没有穿关于闪电侠装备的同时呢，你是无法控制你的移动速度的，你速度会一直保持最快，所以你必须要靠这些装备来调节。慢。你看到我的速度条一直在增加、哦，聚合。反正玩意就会像毒品啊，让你上瘾。得喝多久啊？好，我已经不知道几个了，我们来看一下。啊，我操！啊，应该破百吧？这位菜鸟 F3 冲突，哇、哦，已经100多了、欸。Oh my god！ 其实一些经验老道玩家，哦，不行，不行，速度太快了。所以你获得了无法使用神速力的效果、哦。无法使用太多。你发现啊，你的神速力效果消失了。所以有没有人告诉你不能乱喝东西呢？你的所有的那个轨迹啊、服装那些还在，但是你就是没有神速力效果。或者是我们当我们喝太多这玩意的时候，
你伸出去会消失。管你怎么喝都一样。好，在这种时候，我们现在介绍哦。然后在穿装备的时候才，我刚不一个不小心不知道去哪。好，哦，跑太快了，这速度已经难以想象快了。我想说只是穿个装备来调节，好像不行，太快是不是？怎么办？我不知道我要去哪。哎，不能一直换，是不是？最高还是120啊，应该最高120。那我不知道区域更新有点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在这。哦，然后我们就耐心等一下，这个人麦克要重载了。然后再介绍一下那个另一个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跟神书一差不多能力的家伙，是一个小，就是有一个小孩变身的超级英雄 Shazam。我先切掉，拿神书力吧。太多了，手速够快，快啊！啊，原本神速力只有两个，我好像是一定会用两个，怎么可能那么快啊？应该是那终极速度就让我那样，让它轨迹啊非常酷。总共有1000呢，好像出 bug 了。我出 bug 了，要剪掉了，重来一下。好，可以复制了。所以你的速度啊，完全被限制在一。样子，因为你在喝完这药水过五分钟后，你会获得一个速度弱化。但当你在喝这个药水的时候，你速度会回来。但只有你在喝这个药水的时候，所以就像。上瘾一样，这环境等于一个毒品。如果你想要拥有原本有的速度，你必须要喝它。所以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合成配方：裂粉，裂粉啊，油饮之类的，蛮难取得；中心珍珠也很难取得；苏玉药水又很难，也很难取得。中间这个地狱之心又很难取得，这几个东西看起来都不是很好啊。除了最下面那一个，已经打掉令王，这般人不会做的吧？对，那种后超级大后期，所以如果想喝的话，建议不要，因为你会失去你神速力。不过有一个方法解决啊，就是按 Q 啊就不见了，啊就可以。有自由愉快，恢复自由身，然后死亡可以解决一切嘛，就重新来，你会发现速度回来了，然后你原本的那个在这跑步机上面累积的速度也可以使用了，所以说那个经验值是永久的，不会死亡后不会喷掉出来。然后沙战的话，我觉得也像极速者那样，
因为三在电影中不是一段会冲过来，然后这样的效果嘛，暗影有做出来。然后现在接到三的三的飞行是按住空白键，咻。然后他不能使用那种缓慢的那个力哦。看一下按键设定，他这边有写什么什么闪电之类的，好像施展不出来的样子。手装备啊，啊不行，然后他也不能使用闪电侠技，反正就是他的速度跟这个能力有相关，所以我就介绍一下。好，关于橘子组的篇就到这里啦，就拜。